大家好，我是偷刀。我现在人在大庆街这里哦，没有想到说大庆街这里，它的桥下竟然也有鱼可以钓哎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刚醒来，还没有吃任何一餐，我们现在吃饱，我们就去看要钓鱼还是钓虾好了。 等一下，将一起去体验说大庆街这里最有名的一家面店，也是在地人最爱的一家面店，跟各位推荐一下。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 哇，我们的麻辣臭豆腐先来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哇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给各位看一下。哇，它这个辣油粘在臭豆腐上的油光，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啊。那我们来吃吃看，好吃吗？ 啊，哦，它的这个卤汤的味道药味够重，搭配上它的红袍辣油，真的是好舒服的感觉。嗯，虽然说以前吃一份它只要30块，它现在见涨价涨到40块，但是它的味道依然不变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嗯，谢谢。 哦，我们点的小菜也来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哇，感觉这盘卤菜好丰盛啊！我们现在吃一下我最爱的花干。 哦，嗯，它的卤汤味道是好吃的，我觉得可以。然后稍早我们又点了一份棒面，就是蛤蜊面。那我们先来吃面吧。我们现在喝喝看他们汤如何吧，给各位看一下白汤。哦，哇，它这碗汤整个都是蛤蜊的鲜味，好好喝哦。那我们来吃一下它的面吧。 哦，它的阳春面煮的不软烂，十分有口感耶。然后搭配这个蛤蜊的鲜味，我觉得很可以耶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吃看他们的卤肉饭。哇，好期待这个卤肉饭啊！给各位看一下，他们这个卤的油亮的卤肉，这个有如天造之对的组合。那我们先把它搅拌搅拌吧。 然后别忘了，大庆面店辣椒籽油很有名哦。嗯，哦，他们的这个卤肉饭是算带有甜味的卤肉饭，然后对于我这种喜欢南部口味的人来说，我超爱这个卤肉饭的。尤其你来这边点它其他的面点，他们都会加它的卤肉在面上，一加下去瞬间那个面就不得了。我学生时期很常来这家店吃面，还有吃卤肉饭，因为那个时候它的面价格并没有到那么高啊，只是没有想到毕业不知道几个年头。 不止我们的青春被带走了，连它的价格也回不去了。那我们也帮拌面加一点辣椒籽吧。我真的觉得辣椒籽我非常喜欢的，超爱的。来吧，吹对。 给各位看一下北美的蛤蜊，真棒！吃完了。 那等一下，我把卤肉饭还有我们刚刚点的卤味拼盘吃完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你好。哇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美村路的店头冰，它这边算是台中的老冰店了。哇，它的清冰加上芒果酱，吃起来好爽口。 好消暑哦，我觉得可以耶。那我们来吃一下冰配芒果，如何吧？哇，这种感觉非常的消暑啊！在炎热的夏天吃到如此美妙芒果冰，全身的热气都消退殆尽。 那我们吃完冰后，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喽。OK 啦，我们已经回到汐止这里了哦。没有想到说我们2天1夜台中之旅啊，我们第一天钓虾的行程似乎没有那么顺利，然后我们第2天的钓鱼行程依旧。 终于务实。来孩子，回来吧，孩子。安安。哇！是说今天第2天，我们在台中吃了大庆面店，后来又去吃了芒果冰，但是除此之外。 我还有去吃了疾风蒸饺。自从我北漂了这一些日子以来，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北部这边吃到这些味道了。所以这次回到台中，我也希望能与各位分享我住在台中的时候所遇到的美食，但这一切都是回忆了。那等一下我要准备回去休息了，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喽。